都姐郑裕玲同开 TV 合作嘅旅游节目《亲自钦点五大男神》合作，令万千都迷超级期待啊！摄制队日前已出发去第一站韩国，同细猫应志月齐齐玩转当地。佢哋首度合作就劲有默契，除咗孖住影贴纸相，仲一齐试跳知书新歌《Flower》嘅舞步。不过佢哋似乎有啲乐极忘形。我想韩大卖物啊，好出名，好即刻查下。咦？有冇问题？你拉拉链喎？咩拉链啊？书包拉链啊，表姐。哎呀，我哋嚟成几人啊？吓、啊？第七人。你唔提我拉拉链啊？带呢只猫嚟冇用嘅。嘟姐竟然咁烏龍冇拉上拉鏈，係真唔係啊？細貓就喺社交平台留言話：嘟姐一早知情，只係同大家玩下。Anyway， 嘟姐親自拍片回應大家訴求，真係 very nice 啊！